好，嗨，大家好，我今天我来当线上坑主，然后，呃，然后来做的题目是 Open Lab，然后我是 L，可以在 AL 里面群上找到我，然后今天做的这个是 Open Lab. dot org，嗯，然后我现在要念英文，对不起，我现在中英文混杂，就是是一个 Geo Driven Hardware Solutions，searching for real makers，and for anyone here who are listening right now。 this is a global project we are looking for global uh, contributors for developers designers people who are close to the farms like farmers agriculture and makers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in mandarin but the project a lot of discussion is based in english so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can join this bilingual multilingual projects we're basically using english mandarin and spanish in discussion so far 好，所以呢，这是一开始是 j o a n h a n mention 他来呃，最近去伦敦提案，然后他有个 idea，大概已经十年了，叫 Open Lab。我知道他有一个 Open Lab，但他注册了 Open Lab.org。就是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比如说呃，一个西班牙农夫，他想要找怎么样去用风力来来做那个太阳能电池，他可不可以在找这个？ 解决方案的时候，直接找到跟他气候环境类似，例如，呃，雨下的量差不多，温度也差不多，然后，呃，水的取得差不多的这样的方法。所以这是我非常烂的手绘图。然后从这个旅程开始呢，我访问了三大洲不同的几位农夫，其中一个是杏严，是台湾 Open High Farm 的人。那这个是他在做什么把水从帮 从抽起来，然后可以去用太阳能电池先帮浦把水储存起来，然后做的事情。那他会说他需要想要找这个，是因为气候变迁，连宜兰下这么多雨的地方都，呃，需要在自己接水，所以他想要从东南亚找。然后这个是呃，我刚从加州回来，加州的美国原住民他们如何自己用太阳能电池去接电，然后他们中间有点坏掉了，然后又跑到欧洲去，这个是在。 呃，加泰罗尼亚一样是太阳能电池接各种系统，然后陪他们去 shopping，然后想要去 mapping，说到底一个需要自己接水接电，然后的一个农场它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生出一些 user story，然后跳非常快。总之就是大家非常难找这些东西，但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现有的资料库，只是它的形式是长这样。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呢，呃，用现有的资料库，然后加上地理资讯。 所以我已经有了很多网站，可能一百个，然后想要挑二十个。然后有两个解法，一个解法是，呃，让呃气候资讯相同的人推荐点选的，我们会显示在 browser extension 大家看。另外一个是可以用 Chat GPT 的 API 去让它 search 的范围在里面。那这是我要做的人，主要就是资料整理跟。如果你是今天是水保局相关的，如果你是对地理资讯很有热情，然后。 呃，自己有在种田或者是相关的人，还有以及由于这是一个跨国的 project，所以需要会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那包括你会台语、客语、原著民语都非常欢迎。好，大概是这样，我是间快到。啊、小班、啊，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小班的专案哦，它是一个就是可以直接在线上的完整的专案，是不是很酷啊？